今天要来去吃私厨，这间叫做味鹏。餐酒馆啊，餐酒馆啊，伊这个嘉兴哦，西路啊，老街啊，哦，满堂红啊，哦，之前这小店的时候你常去，哦，满堂红你也是你开的哦，私厨就是私人的厨房。啊，恁今仔有啥物物件通吃啊？今日有牛排啦。哦，拢你用啊？这是无菜单吗？无菜单，一般都会。啊，伊有啥，咱就食啥就对啊啦。老丁，这个张数袂歹呢。主要是拜楼上的空间呐。对啊。嗯。杂货店安尼。哦，啊，这是讲若要安尼私人请客，那才真好。伫这所在，一块桌就会当包规个空间，所以袂去插着别人，啊，袂予别人插着。牛肉干、猪肉干，啊，那这不知是啥物鱼的干吼，是不是？啊，这家己用的，拢是家己用的，安就对啊。这拢你家做的哦。我在搞。哈哈哈！我在搞，啥物意思？这是沙茶吗？麻辣酱。啊？麻辣酱，哦，要稳这个哦。我以前做麻辣锅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以前说对，牛肉干是那个麻辣的牛肉干哦，就是麻辣的，对，你看那个麻辣酱，麻辣酱吃了以后再吃这个，同一个味道。你讲爱吃，哎，这叶花生，伊做的花，哎，这花生是虾米吗？它放那个油泼辣子，微辣而已。微辣而已啊。看起来是，就是工艺好。大小适中，尽量原味。来，这比目鱼，用煎的呢。哎呀，这个是用烤，用烤的哦。哎，这个比目鱼足贵的呢，没有。我来，这个是招牌炖饭。很多我问伊讲，这种台湾秘制，干嘛要做出意大利的炖饭的感觉？伊讲叫我家己吃看嘛，对。有的东西就把它变一变。对啊，要对，本来就也要有这。哎，这是啥？牛小白啊？牛小白，应该是太厉害。我老啊，老菜脯我老。最少二十。最少二十年，俺们就食一只食完，他就无啊嘞。对啦，二十年。吃一口少一口。对啊。应该坑一块三十年。真的。啊，食鱼食肉，嘛爱菜辣椒，各类菜出来咯。哦，这啊，跟番茄的这叫蜜饯呐，哎呦。厉害哦。你顶着呀。我买过的牛肉干啊，或啥，你这个蜜饯有在卖吗？你看了就喜欢了。已经若无定位，当然就吃无。